尤其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尤其我们全国 LINE 的同学啊，我想过30年全世界首创指数，目前怎么操作？很简单啊，台指这一波从10180一路向上翻多，一路翻多啊，甚至上礼拜1133是告诉你还是多，昨天涨到了11668，整整波段1400多点了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这里要怎么赚？这里已经1000多点了，接下来如何再掌握千点的行情？怎么掌握？你回答我，全力做多吗？你保证害怕？涨了1000多点，全力做多，哎，这个风险很大。那全力放空吗？马上要总统选举了，对不对？会崩盘吗？政府会让它崩盘吗？所以这个地方如何再赚千点的行情？全力做多，全力放空，都是承担很大的风险，但是接下来有一个很稳健的方法，让你承担最小的风险，就是跟紧 AI 城市 ，AI 城市掌握短冲嘛。我说这里接下来你只要掌握短冲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这里到底是大涨千点还是崩盘千点？坦白讲，不要去预设立场，也不要猜，也不要赌，但这里很肯定的是，对不对？很肯定的是，接下来会有什么？会有高档震荡嘛？尤其涨了1000多点之后，这里随时随时都会出现白点的震荡、白点的波动。尤其大盘在连续前三天呢，成交量暴增1500多亿、1500多亿，昨天还1600亿，对不对？连续三天爆量5000亿，我讲了，筹码已经开始松动了，筹码已经开始松动了。哦，前三天5000多亿是谁卖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有人买啊，啊，但很肯定是散户买，大户在卖嘛，要不然高档5000多亿的量怎么出来的？所以我前两天已经警告你，很多电子股你要注意啊，很多电子股高档已经出现大户调节的动作嘛，对不对？譬如像我警告你，台光电，对不对？你看台光电。3年年137，今天跌到117了，有没有杀了20块？再来最可怕的，上礼拜警告你，对不对？310多块的神盾，告诉你大户出货调节，今天跌到230呢，所以已经告诉你，这里高档要出现震荡，随时会有白点的波动。那既然会有白点的波动，你就跟紧 AI 城市嘛，由 AI 城市来帮你掌握主力筹码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法人心态抓趋势嘛，神奇法宝掌握短冲嘛，那只要每天短冲50点，每天掌握短冲50点，一个月多少？一个月20个营业日，一天50点，你一个月就是1000点的行情嘛。千点行情不就来了吗？而且这个地方更可难能可贵的是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做股票1-2百万很正常，那我也不是要你拿1-2百万嘛，对不对？1-2百万做股票，你一个月能赚10万-20万吗？搞不好满手套牢，对不对？搞不好满手套牢一大堆。那今天我不要你拿1-2百万，我只要你拿10万的本钱，10万有吧？你1-2百万拿10万的本钱，对吧？指数一口保证您10万，你拿10万就好了。一天50点，一个月就是1000点的行情，1000点就是20万呢。10万可以创造20万这样一个成果，那为什么不好珍惜呢？等你做顺了，发掘这个奥妙，体会这个奥妙，对不对 ？AI 短冲50点可以创造倍数的行情。那你就接下来3口5口嘛，加码嘛。你先一口，一天50点，一个月就是1000点的行情，10万的本钱就能够创造20万这样一个结果。那你为什么不好珍惜呢？拿个10万出来，这是张老师30年走过的心血嘛，对不对？我讲到涨了1400点了，开始会有高档震荡嘛。你就掌握短线的震荡，有波动就有价差，一天50点，一个月是多少？是不是1000点？但是 AI 城市它的最大优点，
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还可以预判趋势，懂不懂？这是你要有明确的，要有策略，要有方法，还要有专业的工具，缺一不可啊。那策略我就讲过，高档有震荡嘛，方法就是掌握 AI 城市短冲嘛，一天五十点，一个月就是千点的行情，而且只要你用十万的本钱，一个月可以看到二十万这样一个结果，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？对不对？那我只请问全委员，今天要如何掌握五十点？今天有没有五十点？有没有五十点？回答我。你昨天听我们的话，今天有没有五十点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加入我们的LINE都很清楚啊。上礼拜拉回跟你怎么讲的？上礼拜十一月一号，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十一月一号，啊，跟你讲什么？一早 AI 城市跟你讲什么？对，我说你赶快想办法加入我们的 LINE 啊！我们不是在跟你赌，我们有方法、有专业、有策略、有工具，对不对？上礼拜跟你讲11320附近翻多嘛 ，AI 城市来导播11334翻多嘛，来来来，啊，加入我们的电脑，加入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都跟你同步分享了，来。上礼拜你加入LINE有没有？320翻多，啊，来，对不对？上礼拜十一月一号一早9:30呢，320附近是不是带同学赶快翻多操作？为什么呢？答案在这里嘛，是不是？一早11334多嘛，对不对？导播拉近点，是不是9点多？导播自己拉近点，是不是十一月一号？是不是9点多？一开盘就告诉你330附近就是多啊，一多上来你赶快多啊，是不是很清楚？那我讲过法人心态抓趋势嘛，所有全国用户，我们的法人心态，上礼拜是不是跟你讲什么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在11330附近？是不是多？啊，法人心态。一多上来，到昨天11675，这一多上来，你告诉我多少点？是不是300点了吗？不就300点，就是你这个礼拜应该掌握的行情吗？啊，我们法人心态就是这么简单吗？这么清楚吗？所以我一再跟你讲，我们的专业工具不是让你猜高点低点吗？对不对？法人心态抓趋势，从上个礼拜法人心态在11330附近一多上来，到昨天你告诉我一多上来是不是300点？是不是300点？没错吧？啊，是不是300点？那昨天台股再创新高，亲眼见证法人心态怎样？是不是由多转空？啊，昨天创新高。所以法人心态从上礼拜一多上来300点送给你，昨天高档已经出现由多转空的结构，有没有？所以昨天 AI 城市全国LINE的同学15000人见证，昨天一早大户 AI 城市11651怎样空嘛？来，昨天一早11651空，来亲眼见证11651，啊，就这么简单呢、啊。所以我们不仅短线当冲，对不对？趋势清清楚楚。昨天一早，全国LINE同学11651空了、啊，啊。昨天有没有全国LINE同学？全国同学一早8:53呢，650附近干什么？打空嘞，有没有看到？上礼拜。所以操作有工具、啊、上礼拜十一月一号11320多，昨天11650空，亲眼看啊、哦！你不能说张老师那么准，我们跟紧 AI 城市的操作嘛。十一月一号9:32全国同学11320翻多，昨天11月6号一早台指压力11650附近放空，
8:53，有没有亲眼看到？我们这是一步一脚印，啊，上礼拜一早11320附近多，昨天一早11650空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先带你掌握到这300点的，啊，强多行情，对不对？那昨天已经法人心态开始由多转空，所以300点大涨300点之后，昨天一早650空，那 AI 城市651转空，今天呢？再亲眼看一下，今天一早全国同学9:07635，9:07全国同学11635空，哎，来到不？9:07呢，啊，635空呢，9:07呢，一开盘哦，什么？到了9:30哦，还在11637哦，9:07就告诉你635空，过了半个钟头还在637哦。那请你告诉我，今天有没有50点的行情让你掌握？有没有？百点呢？是不是高达百点？是不是高达百点呢？自己讲啊，啊，全国同学，是不是将近百点？那甚至今天一早635空，昨天651开盘就是空，今天一早635的空到558，这一下来是不是也将近80点？连今天早上加入我们操作行列的635，9:07635空，是不是也将近70多点的行情？就今天有没有50点的行情？有没有？按表操课嘛，对不对？法人心态从上礼拜翻多强多300点，从昨天法人心态开始转空，今天是不是100点？是不是100点？哦，那法人心态目前听清楚哦，还在空哦，所以短线纵然跌升反弹向下修正，对不对？向下修正目前还是没有结束哦，要特别注意啊。所以恭喜所有我们全国赖同学啊，昨天一开盘651空，今天一早，对不对？昨天一开盘650就是赶快空，8:53就赶快空，今天一早635打空，将近又是百点的行情帮你掌握。所以短线上这里不用怀疑啊，这里震荡的结构我已经告诉你，这里随时都会有百点的波动，很正常，不要怀疑啊，没什么怀疑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打到11558，11:30打到11558之后哦，昨天空，早上空将近百点，今天11点钟以后打到11558，对不对？我们 AI 短冲出现什么讯号？对不对？啊，自己大家亲眼看一下，你不用说张老师这么准了，自己看嘛。今天11:40杀到11558，是不是将近百点？然后短冲出现什么讯号？11:48来得不？1558怎样？翻多，跌了快百点的翻多。到了尾盘呢？啊？到了尾盘呢？自己看看。到了尾盘急拉到11609，来得不？连今天打下来558翻多，又是快50点呢。啊，这都是把证据都给你看的，对不对？昨天开盘650空，651空，啊，我已经讲过，今天早盘635空，我也讲过，这里是震荡结构，不是崩盘。那短线上我们就是好好根据 AI 程式50点，每天50点，一个月就是1000点的行情嘛，有困难吗？我不是叫你一做多就涨1000点，一放空就崩1000点，不是的。每天掌握50点的波动。昨天今天一早短空下来，是不是将近要百点的行情打下来？11:30以后急杀以后，1558翻多来，
11:40:58到了尾盘，你自己告诉我，你连打下来跟着 AI 短冲，连尾盘这个短多一上来又是将近快50点的，所以昨天到今天你将近150点的行情，哎 ，AI 城市带你掌握到150点的行情，哎，没错吧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一再强调，短线的操作你就是跟紧，好好的善加利用 AI 短冲50点倍数操盘法，你不要去赌大赌小，赌多赌空。你短线上跟紧 AI 城市，掌握到波动，掌握到50点的波动，一两趟你就100-200点的行情嘛，不就来了吗？啊，所以短线上指数操作，我希望全国投资朋友，对吧？不是叫你拿100-200万来赌股票哎，啊，你100-200万做股票，一个月恐怕也赚不到10-20万呢，对不对？我讲很清楚，你只要拿10万的本钱，一口跟着我们 AI 城市来操作。1天50点，一个月就是1000点的行情，一个月就10万就可以创造20万的一个行情，这是让你承担最小的风险，现阶段掌握1000点的行情最好的方法，用最小的风险来掌握1000点的行情，这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操作的目的嘛，不是涨到现在这边赌多干什么？赌空惨赔，不要赌，好吧？好好的跟紧 AI 城市短冲50点倍数操盘法，啊。那接下来短线白点的波动越来越厉害，所以越来你越有机会，机会掌握到50点甚至白点的行情，啊，那这样多好啊，对不对？一趟50甚至白点，你3-4趟就3-400点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欢迎大家操盘大师，软体加电脑，一起发计划啊！赶快跟我们线上助理做个洽询，啊，同时欢迎旧会员回娘家，啊 ，AI 城市已经。进化到2020版，对，全新的进化版，啊，所以会有稳健的一个操盘的方法。今天尾盘558的翻多，这一上来又是50点送给你，所以都不要猜，不要赌啊，该空就空，对不对？昨天、今天一早空下来将近100点，下来翻多将近50点，完全不要你去猜，好吧？那再来股票方面，我们是不是从2个礼拜前已经跟你讲了，已经再三叮咛你了？电子股你要买，你就听我的话，跟着我们重压联发科，有没有？啊，今年以来，联发科、稳茂、四星、宏杰科、台光电 ，AI 城市怎么带你倍数翻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拿联发科，你今天亲眼看到报纸出来了，哦，联发科，对不对？第三季的这个 AP 处理器订单已经超过高通，这就是我在2个礼拜前，联发科当时在2454，我讲了嘛，这里要喷出嘛，对不对？当时380已经告诉你要喷出嘛，告诉你好好掌握把握这一段嘛，有没有？啊，跟你讲他第三季，也跟你讲他在大陆的发展，甚至明年5G的市占率会高达50%，这都是我在2个礼拜前跟你报告的事情嘛，啊，所以10月25号当天联发科还在379哦，收盘在379，一早382买，赶快买，当天10月25号就在这里。对不对？证据都有嘛？当天收盘在379，你看，通通买得到。当天赶快买，告诉你要喷了嘛。结果2个礼拜不到，你看喷了，喷多少？啊？喷多少？喷多少？10张50万，10张50万。那这2个礼拜你去买其他电子股，你告诉我哪个赚钱的？所以这2个礼拜你弄清楚，这礼拜你去买绝大部分的电子股，80%-90%你都是套牢赔钱的。我没骗你啊，对不对？这一路警告你的台光电，有没有？你看看台光电今天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破底？啊，投资人，台光电今天是不是破底？你自己看啊。所有这2个月买台光电的人，今天你通通赔钱了，因为它破底嘛，117嘛，是不是？10张20几万呢？啊、哦，再来从上礼拜警告你神盾也要注意啊，对不对？315今天呢239，哎，10张70几万呢，啊，再来呢，是不是宏杰科？前两天警告你124这里筹码松动转空哦，筹码松动转空哦，啊，宏杰科有没有？今天长黑下杀109。啊，这都是筹码松动，出货的结构，你要小心。
啊，全市场谁一路叮咛你台光电不要碰，今天是个破底。所以张老师，所以这两个礼拜你唯一听我的话去买联发科，你才会赚钱的。这两个礼拜你去买其他电子股，你几乎都赔钱了。啊，台光电赔钱，对不对？神盾赔钱，对吧？而且大赔，好不好？宏杰科，你到今天也赔钱了，啊？你买稳茂也赔钱了，所以这两个礼拜你买很多电子股你是赔钱，除非你买我的联发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大涨？好，再来，昨天是不是跟你报告金融股会补涨？金融股会补涨，因为大盘这里高档震荡，金融股会补涨，没错吧？今天台股一度跌了将近百点，你看金控股今天有没有涨？新光金有没有涨？对不对？国泰金对不对？啊，最后平盘附近啊也没跌，好不好？你不会今天买到很多电子股哇一跌灰头土脸的，对不对？很多电子股啊，像神盾，很多都打到跌停了。我跟你讲，所以短线上操作要特别特别谨慎啊、哦。绝大部分电子股高档已经筹码松动了，你要避开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你手上现在套牢电子股，你的老师今天很多电子股跌停板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赶快来找我，好不好？这两个礼拜唯一你听我的话买联发科，今天你是赚钱，而且大赚，对，没错吧？哦，所以手上今天有套牢的，好不好？特别特别，今天赶快跟我们做一个联系，让你手中的套牢电子股该怎么处理啊？那指数方面 AI 短冲好好的珍惜 AI 短冲50点，对不对？一个月就是掌握1000点的行情啊，赶快把握机会跟我们联系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全新户政套餐给你大大满足，出生登记通报劳保局、健保局申请生育给付及健保卡，死亡登记通报健保局退保，劳保局死亡给付，寿险工会清查有无投保，申请我要成为台湾人，一证送件，不必往返移民署服务站，户政专业服务为民精心配置，跨机关一站式服务，省时又便利，内政部与您同在。AI 短冲50点啊，一个月就是1000点的行情嘛，对不对？昨天大涨创新高，跟你怎么讲的？16-51转空啊 ，AI 城市转空、啊。昨天一早8:53650空啊，11月6号。今天一早呢，9:07635再空。你告诉我有没有50点？有没有50点？2个50点送给你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法人心态上礼拜翻多300点，昨天转空又是100点，多空两趟400点的行情，再帮你掌握清清楚楚嘛，400点的行情送分题嘛，
接下来怎么操作，欢迎大家，好不好？操盘大师一起发，把它带回家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全新户政套餐给你大大满足，出生登记通报劳保局、健保局申请生育给付及健保卡，死亡登记通报健保局退保，劳保局死亡给付，寿险工会清查有无投保。申请我要成为台湾人，一键送件，不必往返移民署服务站，户政专业服务为您精心配置，跨机关一站式服务，省时又便利。内政部与您同在。